移民局两个星期前接获民众的投报，昨天晚上兵分两路突击柔佛笨珍和新山两处员工宿舍，在977名外劳当中搜出了327人非法入境我国，当场落网。Operasi kita kali ini kita telah berjaya menahan ada pihak parti yang menggunakan kad UNCR yang palsu. Setelah kita buat semakan melalui aplikasi kita, kita dapati kad ini adalah kad UNCR palsu. 移民局行动组副总监贾夫里受访的时候表示，所有落网者年龄介于19岁到61岁，分别来自孟加拉、印尼、巴基斯坦、缅甸、中国和印度。执法人员也逮捕了2名62岁以及35岁包庇这些非法外劳的本地男子。贾夫里透露，所有非法入境者因为逾期逗留、无证工作以及没有拥有合法证件，已经在1959-1963移民法令第6-1C、第15-1C 以及1963年移民条规第11-7A 条文接受调查。至于落网的本地嫌犯，移民局则援引1959-1963移民法令第5-6D 条文调查2人。